说世界上没有神话，他们说感情都是虚假，他们说不要做梦，不要现实，他们说我们都已经长大。谁听说成人的世界里还有童话？但是我遇见了你呀，你遇见了。是童话，是神话，是梦，是诗，还是花？王墨君，王日升。王墨君昨天在前几天在一个报纸上看到你全版的广告。哦，对，推出新专辑啊！这老板真的啊，不怕赔钱是吧？不，对不起，别这样嘛，陈姐，不怕花钱，不怕花钱。高凌风，你有经验，你是唱片歌星做过的，所以业者在整个经营上都蛮敢大投资哈。是啊，其实王墨君这么多年来，我知道他一直在歌坛上啊，这个努力不懈。那么这一张新唱片呢，有没有什么特色跟大家说说？这张唱片就是说比较改掉以前那种刚硬的感觉，就是比较柔，比较舒服，柔美。其实你人也很柔，看你头发就知道，洗发精用很多哈。对，比较多嘛，头发比较长。那你明年的新希望就是希望这张唱片卖钱，不要给老板。对，这是最现实的希望。不过当然我这也是最实际的。对，我也有属于我自己的希望。我希望在新的一年里，我能够交到许多更好的朋友。嗯，譬如。男的女的都可以啊，比如我不要玩了。啊，等一下，我杵在这儿不知道干嘛。等一下，别急别急，我们是先让他讲话，讲完话之后，他先要退。手巾都掉了，你放了几条啊？三条，身价问题。身价问题啊，真会说话。这个个子高高的叫王日升，名字我很早就听过，不像其他的我还第一次听过。你也是。什么？我也是。我也是很早就听说陈姐。好，你讲话字正腔圆，你哪人呢？屏东人。啊？李港乡。什么乡？李港乡。我没听过这个地方啊。好地方啊。那边计程车不跳表的人。对。叫价的。哦，是50还是100？我身高是吧？50元。一跳就是一张车就50元。到台北也50吗？哦，到台北的话我不知道。屏东的人啊，长得脸都像屏东的那个冬瓜一样啊，你们觉得？屏东是西瓜啊，是西瓜，是西瓜。对不起，我不大清楚。不过当然了，今天我们在这里呢，主题是新年新希望。对对。我们还是听听这个王日升，你说说看。他希望繁荣屏东市，将来计程车跳票是吧？这当然也是希望能够为故乡做点事。对。再者，希望自己能够成就像高大哥这么高，那么心情能够像这个陈金佩小姐、陈姐这么。身宽体胖，哎，心境比较好。你一定要讲体胖吗？不是，有容乃大，好不好？说啥？这人很有度量啊。好了，你下去吧，下去吧。